分啊？不是，我这么一看就很明显，我写一，爸他一拐我，嗯，就变成零了。爸，不是我那睡落枕了，胳膊不好使。哎，来来来来来，哎，好，下边进行第二轮，哎，知识问答，哎，好，嗯，请评委出题。今天，大西菜行市场牌价，黄瓜每公斤多少钱？不知道，能不能换个评委出题？不是你这是搅和不？怎么搅和了呢？还是参赛，也不是买菜。你问黄瓜多少钱一斤干啥呀？爸，这是选美大赛，又不是厨艺大赛。我知道黄瓜多少钱一斤干，我知道美就得了呗。哎呀妈呀，那选美大赛也不是选花瓶，人家得要那个有文化、有素质、有担当、有情操。那不是说像你这，你这光有个驴脾气，你还有啥呀？妈，他还有个妈。你说我二姑娘驴啊，我觉得她这驴的还不够呢。妈妈，是你对我最好。各位评委老师，我的爸爸从小就不待见我，记得有一回语文老师留作文让写我的父亲，我回家点灯熬油吭哧瘪肚子憋完了拿给我的爸爸看，我的爸爸看完之后说，什么玩意儿写的呀，我给你重写。第二天我把作文交给老师，老师罚我站一下午。为啥呀？他写的是我的爷爷。怎么都废话吗？我的父亲不是你爷是谁呀？老师让我写我的爸爸，不得写你吗？哎呀，你们老师出题有问题，还非得写你的爸爸干啥？就写你的母亲，我不就写你老了吗？妈，妈，你别缠我了。你看着看着没？你是他妈。她是你女儿，不是，她都跟你这么说话，哎，这不就是个驴吗？驴啥驴？我二姑娘最孝敬了，她还孝敬。哎，你们大伙看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好看，好看呢，好看吧？啊，我二姑娘说了，只要我支持她，给她打高分，下回还给我买条裤子呢。对对对对对，哎，二米还说了，这次我要支持她呀，她把不穿的衣服都给我穿，是，哎，是吧，二米？哎，怎么回事啊？哎，你们两个评委受贿是吧？是，这不行，评委开除，受贿啊，下去。哎，下去，下去，我不下去。对呀，下去，下去。爸，爸，下去。你是不是忘了，你偷喝啤酒的时候，是谁上楼下给你买的烤串？你私房钱忘放哪儿了？是谁帮你出的招？还有一次，你藏钱都忘藏哪儿了？是不是我帮你找着的？你要再这么对我的话，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咱家洗手间把坐便上面那水桶里那个小塑料袋拿来给我妈看？二姑娘，那你是啥？啥呀？瞪啥眼睛啊？那小塑料袋里有70块钱，我藏那私房钱，揭发我吧，你拿出来吧，拿出来交给你妈吧，就那70块钱，我现在我在乎70块钱，我现在是有钱的人。停，一个老东西手里这钱哪来的？说说，钱顺风给我的。不是，钱顺风钱为啥在你手里啊？他就跟我说说让我把二米粒参赛这事儿给搅和黄了，完了以后一个月就给我100块钱。哎呀爸呀，你把这事说穿了干啥呀？钱顺风。哎，咱俩还是不是亲两口子呀？是，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啊，你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就这么多年，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你还这么坑我呀？你有意思吗你？不是我顺风啊，顺风啊，妈可真看走眼了啊！她是你媳妇儿，就这么一个心愿，你都不支持她，你坑了她了，你呀，啊，这孩子呀！媳妇儿啊，你过去一直坑我，我还挺生气的。今天你大姐夫彻底释怀了，你不光坑我，连自己媳妇儿都坑。哎呦，顺风啊，你做的太不对了。你说二米粒，别说我了。正因为她是我媳妇儿，所以我才不愿意让她去的。为啥呀？媳妇儿啊。你这关要是过了，你得去省里参加决赛。我都打听过了，一来一去得20多天呢，还得去参加培训。你说就他这驴脾气，事事都要争个第一，去参加培训不得扒层皮呀？他好不容易怀孕了，我心疼。我觉得顺风说的还是对的，啊，顺风考虑的比较周全，是吧？对。喂，啊，怎么的？啊，二米参赛资格被取消了？啊，咋回事啊？为啥呀？哦，哦，老年组是60岁起啊？白忙了吗？啊，那我明白了，啊，哦，啥？
我妈条件符合呀，而且呼声很高啊。妈，你参加吗？不是说我呼声挺高啊。呼声很高。哎，那我得参加呀，这人呐必须得有担当。哎呦好、啊、行了，我妈参加。妈别闲着了，赶快准备一下，换换衣服啊。好好好，快快快，准备一下。妈妈加油，把眼药水准备好了、一定要打出彩排来啊。那个你拿着100块钱干啥呀？你要把你妈这事搅和黄了，以后每个月我给你100。不是爸呀，搅和黄了没问题，200。钱顺福，我也心疼我媳妇儿啊。